流流点带动点，从后面溜出来以后，逆势上去，这种逆势在水里面经常出现，然后流用力磨带过来，紧凑靠近一点，中间没什么细缝的啦，哦，中间的细缝很少，然后这里点了以后刷过来，带上来，中锋一点，停，中锋流转圆进，哎，流，好，注意这里要拉得很长哦，上中间很紧，这里拉得很长。